今天好玩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算是 Oreo 他们的新商品啊，应该可能也出了一阵子了，可是本人没发现啊。这是 Oreo 的小小冰随身冷水瓶组啊，然后售价是129，然后是我本人是在那个全联买的啊，然后它里面除了有 Oreo 的香草的我们讲一般的包装以外，它里面还有附两个小小冰的水瓶啊。那水瓶稍微留意一下，它没办法装热水，它只能装到80度的热水，所以可能装温水可能还可以啊，但可能建议稍微，我觉得它应该没有保温的功能啊，所以稍微留意一下。盒子是这样子啊，正面这样子啊，我个人是觉得盒子还不错啊。那就直接不废话了，给主要是想要分享一下里面那个水瓶的部分给大家看。打开后里面是这样子的 ，Oreo 的这是什么包啊 ？Oreo 的那种小包啊，这我觉得好像比较划算、欸。那打开后里面的，本人抽到的是单眼啊，这应该是史都华的概念啊，单眼的小小冰的冷水瓶啊。他说这样有 500cc， 这样有 500cc 吗？我觉得有点少哎、欸。后面这样子啊，底部这样子啊，那涂装就正面而已啊，后面就没有什么涂装啊。盖子打开，大家就这样而已啊。其实还算可以啦，售价129来讲，有饼干也有这个的话，就看你个人喜不喜欢这个商品啊。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啊，这是 Oreo 的，它的名字。叫 Oreo 的什么系列啊？它的名字叫做 Oreo 小小冰随身 Oreo 小小冰随身冷水瓶组啊。那款式有两种啊，就是除了单眼款，还有另外一组是这个所谓的双眼款啊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去购买这一组啊。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啊。